Hello， 你中唔中意我呢一个妆呢？最近就好流行油雾感嘅妆容，今日我就会试下 M.A.C 新出嘅雾镜粉底 Studio Fix Fluid， 再加一个水润嘅唇妆。我用的色号就是 NC25， 粉底是液体状的，质地比较上轻盈和透薄，搽出来的肌肤做到很细致和平滑的感觉，一点都不厚的。这支粉底加入了海草 extra， 可以舒缓皮肤和有消炎的特性，适合一些容易生油脂粒的朋友。同埋佢亦都有糖海带嘅 extra， 可以帮助镇静皮脂腺啦，减少油分分泌，帮你个妆 last 得耐啲。遮黑眼圈咧，记得我哋喺你嘅手咧，系喺外边印翻去入边，系外边印翻入边嘅。用眉 gel 就可以向上咁样 gel 翻堂眉啦，记得个动作咧系要向上同埋向出边嘅。眼影都系用翻一啲大地色啦，咁首先就搽一个深少少嘅啡色喺成个眼窝上边。再扫少少有闪粉的 eyeshadow 在头先我哋擦咗嘅眼窝位啦，跟住我就会攞一个咧浅色嘅 blend 翻匀我哋喺我哋个眉骨啦，同埋就系嗰个 eyeshadow 中间，咁就令到成个感觉咧活泼啲嘅。唔好唔记得我哋下眼线嘅部分，攞啲细啲嘅扫咧就可以扫翻少少 eyeshadow 色上去嘅。哎，等等，未搞掂嘅，仲争支唇膏。油雾感嘅妆容咧，梗系要加埋水润嘅唇妆先 complete 噶啦。呢支 Color Stain 搽完咧，超级无敌水润。我用紧呢支咧就系 Tattoo My Heart， 系一个好靓嘅蜜桃色嚟噶，非常之咁中意。